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是老头 Oldman。今天我们来玩这一款游戏，叫做《方舟公园》啊。老头终于开始上 VR 了。那里面的剧情是如何？其实我不是很清楚。反正呢，现在老头就是以一个体验的心情啊，一个体验的心情来玩这一款游戏哦。那么呢，接下来之后有什么发展呢？啊，我们敬请期待啊。这个游戏呢？听说风评不是很好，不过没关系，反正呢，你们爱看恐龙，好，老头也蛮爱看的，所以说就一起来体验吧。那么呢，它现在有两种模式，一种是行走模式啊，然后有一种是传送模式哦。行走模式比较麻烦，是在于说这个你的房子的空间要够，你的那个房间的空间要够才行，所以我们还是用我们的传送好了，因为老头房间其实没有说很大了，好不好？而且适合新手玩家。哎，我们走吧。哦，然后一看到这边就写高等画质啊，然后可以选择流畅，我们用高等画质好了。我们进入新手教学玩一下好不好？哦，好酷哦！我们就来进入新手教学一下子好了，我们来先学看看。方舟飞船，方舟飞船，啊，着陆成功。所以我现在是在飞船里面是吧？到方舟公园，哇哦！方舟公园的地表温度。维持在舒适的华氏71度，华氏71度，一段精彩的旅程在等待着你来看。在后面哦，在这边啊，哇哦，可不可以过去啊？你好，我叫 Joy， 是导游，私人导游，是的。看到手中的传送器了吗？有。无论你做什么，都别弄丢哦。这个吗？好哦，那我可以传过去吗？啊，我要上车了，我要上车了。老司机们上车了，干嘛？看什么看？看屁啊！老司机上车喽，发车中。嗯，我进来了。呵呵，好笑。哦。启动前面的控制台就好了。Open。Yeah。出发喽！哇，这这么长哦，你看这样子。到前面 P2， 这边是 P1。啊，我要什么时候启动？哎，在动了。哦，哦，有人曾告诉我，超酷的。什么是比海上新鲜空气更好的？海上新鲜空气啊，左边这是什么东西？要我看左边？哇，好逼真的海洋哦！我在外面。啊！要我们看这样子，右边。哦，那是苍龙。注意咱们右边的那个大家伙。苍龙大哥。那是长龙吗？还是鳄鱼啊？我可以飞过去吗？抱歉啊，想太多了。好，我们还是乖乖的站到原位好了吧，不要乱动。哎，嗨，长龙大哥，你好啊！哇！一只苍龙，它用自己的方式向你打招呼。那我要用自己的方式打招呼。我用自己的方式打招呼。嗯，酷吧酷，好 PK 好不好？单挑了是不是？但是真可惜，这个没有显示手指啊，不然我就想比中指了，太可恶了。飞机，哦，喷射机，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站乖一点好了。嗯，没看到。哦，啊，这边要到底要多久啊？已经没事可做了吗？啊、嗯，感觉没事可做了、欸哦。我们要到公园里面了。Yeah，amazing！ 即将到达游客大厅，即将到达，大家依次有序下车。好哦，祝大家游览愉快，游览愉快，我非常的愉快，哎、欸，我超愉快的，下去。Nice， 我们去楼上的游客大厅吗？好哦。哎呦，直接传送了。哇，这边要读档，这边居然要读取。哎，好吧。哇。哎，听到你那些真恐怖。欢迎来到方舟公园。有巨大牙齿的。我们很荣幸能够。完全不太想要听你说话，你知道吗？这可不可以剪呢、啊？愿大家再次享受欢乐时光。哦，我记得我们之前在。互动的体验项目。我们试玩版的时候有把这个抓起来玩，对不对？哈哈，哦，好笑哦！
啊，那我要怎么旋转？他说什么？哦，操作平台有恐龙。阿根廷巨鹰。喂。啊。来来来来，霸王龙。哎呀，这个嘴呢？哎，小卡哇伊。哎，乖乖。摸摸。哦，换手。哎呀。I'm sorry。哦，我们还可以选择。要靠近一点。进食的动作。有没有别种啊？应该有别种恐龙的示范吧？哎，进食完毕了没？啊，请你停下来。好，没了，蹲下。好，我们的剑龙哥哥。嗯，太后面了。哎，喂你吃菜。吃屁啊你！给你吃肉，吃哦，咬住！哎呦，哎呀，会咬住你啊！咬屁啊！来呀、啊，给你吃这个，哎呦，还吃啊，还吃啊，哎，吃嘞！没看我啥，双手拿武器，吃嘞啊，吃嘞！哎，雷龙大哥 ，Hello， 哇哦！这游戏正式版还蛮完善的嘛，一样是喂食，喂食秀，拿气，哎呦喂呀，哎呦喂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卖卖卖卖，就 combo 就 combo， 哦 ，take ball，hello， 拿去补，他投下来真的很恐怖哎、欸，他们吃肉吗？哦呦喂，妖气我。吃，我知道你吃菜啦，那去啦，哎呀，哎呦呀，啊，你不会把我手给吃掉吧？在这儿，你能让他做一些特定的动作。当然，受精。真正的霸王龙是不会像全息恐龙一样，是乖乖听话的。Yeah！ 吼叫。你就可以征服真正的霸王龙了。哇！我来给你介绍这个喂养台。哪里？喂养台在哪里？这里。你有好好洗手吗？我可不希望他食物中毒。哦，我们刚刚所做过的一遍，那新手教学要导览。哎，讨厌。Oh my god。这是林中小径，此处的设施可以帮你养育你的私人恐龙。首先，我们需要一枚恐龙蛋，跟我来。恐龙蛋耶， yeah， 我们可以养恐龙了。这里有为游客准备的帐篷，可以在里面换装和整理随身物品，很棒对不对？是右侧的那顶帐篷，这个右侧的，我想你会喜欢的。这个，噔噔，你的第一颗恐龙蛋是免费赠送的。在哪里？知道里面是哪种恐怖的生物？哦，我知道。无论如何，先把蛋放进背包里。背包里面？哦，有了。最好带上一些果子。Yes。接下来会用得着。带果子，果子，果子。还有这个喷枪。好哦。喷枪。送的孵化器吧。孵化器前面吗？这个。哎，回去了。孵化器在前面了，酷哦。这里。你可以看一下帮助视频，但实际上操作超简单。你只要将帮助视频小心的放到孵化器里，小心，一定要小心哦。好哦，小心的放进去。三角龙孵化中，哦，需要倒数15秒，哎 ，nice， 我们出来看这边，稍微看一下，啊，等你孵化完毕，棒，真的是太棒了。哇，几只三角龙，用双翅来的超硬铠甲。哎，安娜波奇啊，这么卡哇伊，安娜波奇啊。放个小家伙出来透透气。好哦，怎么出来？打开，
打开中，在哪里啊？哦 ，Oh my gosh， 这么小一只啊！嗨，你好，从今天开始我就是你爸爸，去卖火柴，快点，快去卖火柴。啊，听话啊，卖火柴啊，卖火柴啊，帮你捶背。哦，好哦，我在玩牧场物语啊。背包。哦，我已经传到他前面了。哦，在这里啊，我的天啊，这么远干嘛、啊？来，过来，过来，过来，来给他。哦，哦呦，哎呦，哦呦，哎呦，哎呦，哦哦。他就会一直记得你的好。好哦。他就会一直成长。你冲过来吓到我，你知道吗？不要喷枪，来，我喷你。摸摸。用它蒙在你的宠物皮肤上涂鸦，这是一种泥质的颜料，无毒的，恐龙超喜欢。还可以这样搞哦，怎么喷？哎呦哎，我看不出颜料变什么颜色啊！啊，帮你洗澡，帮你洗澡，哎，帮你洗蓬蓬。哇，你真有天赋！哎哦哦，抱歉，这白色的，红色。哦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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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脸喷不到是不是？传到恐龙的背上去吧。骑到恐龙的背上，等我一下好不好？啊，不让我喷了啊！你这……哦，算了。耶、yeah! ！哦 ，Oh my gosh！ 就这样子，哇！我骑在一只幼年幼的三角龙身上，是真的假的？然后这些什么？好像可以拍照，是不是？哦，换这个人称了。哦，八种不同视角，我觉得我还是第一人称好了。之后可以在相册找到拍摄的照片。我不要吧？好啦，拍一下好了。我拍 ，nice play， 拍，哎，好像没有比较好哎、欸。哇，雷龙大哥！我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吗？好像都不行了。哦，雷龙！哎、欸，他身上、背上、他的那个后面怎么那么多斑点啊？哇！哎、欸，甲龙在睡觉还是死掉了？哎，哦，打过来，蟾蜍出现了，五齿翼龙，打哈欠了，这么厉害，还有什么可以看啊？不能下车，只能这个样子。好哦，要到去哪里？我到了，好像不见了。哎，我可以在这里走，还可以哎。哇，怎么了？啊哦 ，What happened？ 请注意 ，Warning！ 听到车祸后，请保持冷静，前往离你最近的安全点。请注意，安全点。听到这个广播，请保持冷静，前往离你最近的安全点。啊？好、哦，霸王龙要来是不是？我觉得电压应该有一波追逐战哦。Oh my god！ 哇，他们都在逃跑哎、欸！啊，雷龙你不跑、哦？有。哎呦！所以说，啊，挂了。为什么是我？迅猛龙。措手不及。你导入机器人的维修程序就会自动激活，我或许让你意识。
身犯险，但如果你能修好那座塔，你将会拯救许多人，我们都欠你的。真的吗？我要完成任务吗？不是吗？我相信你能修好这个。对啊，物理的要求。但我们需要武器来保卫自己。武器，太棒了！你决定要帮忙。来来来来，给我武器，快点！我们来造一把枪。好。一般这个蓝图，我们是不会的。好，造一把枪。来吧。传送去哪里？来。哦，怎么那么小声？然后呢？怎么缺了不少东西？比如说机翼碎片。缺不少东西。好吧，我们目前只有一把完好的基因扫描枪，把它收入你的背包，顺便把其他工具带上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其他工具。我的手可以带上吗？拜托，我可以做交替哦。然后我的手也带上，刚好笑。可是不能比中指。左三圈，右三圈。哦，你们要跳过健康操，有没有？手柄功能表打开。哦，探索，去山道。哦，可以获得这么多东西啊，这么酷啊！我们可以之后再探索这里，现在先集中精力寻找基因碎片。好，西大一机需要它们作为解锁手枪的材料。使用基因扫描枪，选择瞄准对象。猴哥，有了。十二个木头，这边用你帮我的忙，把它抽下来。哎呀，这个吗？哦，木头是这个。哎呀，生存进化，太棒了！我觉得我有在玩生存进化的感觉。我靠！要切手套 ！Oh my gosh！ 哎呦，抓！我只是用手在拨它而已，然后就采集了，有没有？海底捞。先造成手枪，这个过程并不简单，幸好也不复杂。真的吗？你在讲干话？哎，武器枪。解锁！哦，然后呢？把它放在上面改造。我居然撞到我们家萤幕了。有。哦，在打印，在打印了。是一样先说。哦，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做。不能捡起来啊！捡起来！有了，有了！哦。如果你没有难最好对这些新目标来练习一下。如果我没有给你先上一堂枪支使用过程，以后你会怎么面对我的升级？装子弹。哦，我要闭一只眼睛呢，怎么那么逼真啊？有了，突破我们就失败了。但愿他们还没有。真的吗？守塔游戏就对了。可不可以先休息啦？好累啊！我觉得我们今天先聊到这里哦。不知道这游戏会不会存档啊？反正总而言之，我们先到这个地方结束好不好？个人是觉得体验还不错。我们下一集呢，应该会就开始就是进行真正的战斗，这边显示战斗嘛。那我们就卖个关子，今天不战斗，我们今天就是一个体验。好，那这部影片如果各位喜欢的话，记得在这个左下角、右下角个喜欢，左下角个订阅。希望这部影片的喜欢可以到达1000以上，以及呢，就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欢这个系列，想要让它更多，想要看到更多影片的话呢，欢迎把它分享出去。
好，老头会评估说这个系列到底 O 不 OK， 如果 OK 的话，老头继续拍，就这样决定了。那我们下一集方舟公园再见面了，拜拜。